学的传统文化都是前世修的善根福德，你才能遇到，没有善根福德遇不到，遇到之后抓住，认真努力的学习。今天我们所需要的就是扎根教育，没有根他就不能付诸行动，虽然学了很难做到，所以我一定要知道行才是根，信解行证，从行里面去求证。有很多人学得很好，学了之后他不能落实，他不得受用啊，那就很可惜了。我们学到是学以致用，学了之后真管用，在用里面就有法喜。所以古人讲的读书乐就体会出来了，真的都是确实是乐。跟古圣先贤做朋友，读他们的书就等于说跟他们在一起聊天闲谈，不但长学问，促成我们自己心开意解，这是读古人典籍直接得到的利益。我们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决定不能离开古圣先贤的教训，佛菩萨经典里面的教诲，就得利益。天天读，天天反省，天天提升。报声